星座奖品。好，严梅，我觉得你今天唱歌情感的掌握度非常好。好，你在这个主歌、副歌这些的层次当中，你都把它分得很清楚了哈。特别之前好像老师有点过你，有时候在主歌会唱的比较多一点，情感会投入太多一点。但是你今天有刻意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给你的一个想法，那你自己稍微有在一些字句当中去做安排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哈。加上你在这个酝酿当中到副歌，有一句我还蛮喜欢你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。这个心碎你因为你要马上接下一句，但是你选择用一些技巧跟一些的抖音让它很快的带过去，但是那个很快又不会觉得含糊不清。我觉得这就是要看在一个细节当中，好，你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用心度就是在这边。今生今世有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，还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顾虑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。那我觉得特别到最后面的副歌，你也是把它唱得越来越有力道。我本来在想说严梅今天的声音有点哑，好像比较声音用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哦，会担心有一点是不是会力不从心，但是不过你在整个歌的表现当中这个声音还刚刚好哦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掌握得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周志平老师请。严梅，我觉得是这首歌是你这几个礼拜以来唱的最好的一个歌。谢谢老师。整个的完成度非常好，尤其是在 A 段里面，你在那个比如说像逃兵啊、好累啊这几个音里面，有一点说的感觉，那个用气的把它说出来，这个在这种国语歌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技巧，用得非常好。然后在副歌哈，因为这首歌我自己在卡拉 OK 也常常唱哈，常常在副歌的时候哈，用感觉那个力量用不上，哎，你就完成度就很好啊。这首你唱的我非常喜欢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哇。黄牌先给我。那这张牌会落到谁的身上呢？现在目前是91.2，黄伯伟暂时领先，有90.4、90.2的陈仁豪。评审，请给分。有一张黄牌在身上的田燕梅可以得到的分数是70、80、90、90、91，哇哦，92，超过了，小数点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2.4分，黄牌取消。这张黄牌是落在陈仁豪第一次哦，来请。哇，我们的小王子。所以你知道台语歌有多难唱哈，要继续加油了。那我们必须要在田延梅的身上呢，抽出一张幸运的观众朋友来。得奖的是，恭喜你得到奖金3000元。恭喜！来，四位请休息，谢谢。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高手组卫冕者廖君敏。你好，瓜哥好，佳琪姐好，大家好。是，今天是要过今天是两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过第三关嘛。是，观众朋友，这个阶段可以投他跟我们田燕梅。是，而且这个阶段呢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预测成功，只要你有参加预测，我们还有再加三个特别奖，会送出的是我们的娘家益生菌。那娘家益生菌呢，它有不需要金球保护就可以让这个益生菌有95%的存活率，然后增加你体内的好菌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是，那广告上去投票了，都有机会获奖了。那今天君敏站在了哪首歌？艾琳娜。艾琳娜，一起来欣赏。谢谢。